用完了。就这样。跟蒋大说，好像年底啊，我们的有可能那人事的更动，那赖神跟陈菊市长可能内阁入阁，那我们怎么看呢？谁说年底人事要更动？这个人事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过去已经说过，就是人事的调整要不要调整，是随时都可以再考虑。但是呢，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要跟动的这个考量啊。至于说是人事考量的因素，其实非常的多啊。我们也不会因为单一的因素啊而有这个特别的不同的想法。好，鹿港新在线的部分，最主要我们知道。鹿港新是鹿港的